最新娱乐资讯，时隔三年，金在中的生日迷你演唱会又回来了。1月4日开始售票，1月26日是 JYJ 金在中的生日，这次也准备了和大家一起度过的 party。 1月27日将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的 SK 手球竞技场举办2018 Kim Jong-jae Party Camp Mini Concert。 对于刚刚服完兵役的在中和粉丝而言，是时隔三年之久的重聚啊。 J-Party 一开始是2015年金在中亲自提议举办的，希望通过他和粉丝一起创造难忘的回忆。形式上即是粉丝见面会，也是小型演唱会。所属社透露，金在中不仅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真实的故事，还会带来现场乐队舞台。售票将于1月4日晚8点韩国时间在 Melon Ticket 网站上进行，想要参加的话看准时机哦。